真的。哦，那油在哪里呢？油来跟你们介绍一下，来炊里面的刚才有香茅草，对啊，蒸汽的肉肚从底下蒸往上，经过这个冷却以后呢，本来是蒸汽就变成露，也是蒸流水，这边是水，这边是露，来你看，各位看一下，等一下这里是油，有没有看到白白的？有看到吗？有，这白白的就是水。哦，白白上面的就是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把这个油取出来，啊，你看这全油，对不对？没有捞到水，来大力一点，啊，有没有看到底下白白的？哦，这边就都是油，就对了。哎，上面都是油。我把它摇一摇，你看它自己会分裂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有哦，有吗？有看到吗？有看到，看到。哦，真的是油，有没有？上面是油，底下是水，是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把它捞干净，来。我们待会倒就倒。我们直接就是倒下去就好，直接倒下去，对，没有全部倒，剩下水有没有？那一点点就还不要去了，我们再放回来。所以其实我轻轻的捞就好，让那个水飘。有些人用一种速供的，没有用吸油的，我们去偷油的，吸一口啊，就这样油。哎，这个好方法，为什么要这样捞？大哥，我们不能用那种吸油管的去吸出来。哎，其实不用，它自己会出来。因为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这样子吸一口，然后它自己那个。没卫生。我们就不行这样。我们呢，一般我们说是直接我们把它调整好，直接这满了它自己会下来。对，它会下去，水可以做什么？洗澡泡脚，哦，很舒服。哦，这个洗澡对。放在水锅里，结结蚊子就不会来。哦，这很好，这是露，也叫蒸流水。是。来，那我们把这个关掉。好，我们先来这边做。好，先来这边做。来做一下，要柔软操一下。柔软操。要闪到。要，对，爱运动，柔软操作一下。要哦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的快木。日本人最喜欢的就是台湾的快木。对，你可以闻闻看。对。哦，好香哦。对，这是日本人最喜欢的就是台湾的快木。那目前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取起来，过滤之后呢，就是我们的纯精油了。啊，那这里也有一点点水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一个怎么办？等一下就不能进去，所以我们只能这样斜斜的一点点。然后尽量去捞油就好。对，这样子，再把它倒进去，就跟捞火锅一样嘛。对，像这样就是整瓢就是油这样。好，这位应该可以，这位应该有经验。好。所以这样是3公升，这个是4公升，4公升是4公升的，所以会有我们可以捞到4公升吗？没有办法。它油蛮薄的哈。对。这清到没有油的那一刻已经超疗愈的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我们就可以。这样就先可以了。好，它水会在下面，然后倒上面的油就可以了。好，剩下的倒回去，我们就来出吹了。要来什么？出吹了，要来把它清出来，没错。等一下，那个蒸馏水呢？那个出来的没有了，我们就要把盖子打开来，就是我们制作完成的。是。我们来这边工作最困难的地方就在这边，最累的就在这里。真的。这里是比刚才的温度还高，只是说那种不是太阳的照射，这是一个热。热啊！而且等一下你会掉眼泪。这么感动？你会感动的掉眼泪。这一支呢？哇！特制的。家乡毛，这不是《西游记》的，对呀，猪八戒，沙悟净的那个，沙悟净的，对，沙悟净的那个，对不对？有一点像，是家乡毛用的，这专用的，我们要把这个盖子打开来，中打开来哦。对，你中午没吃饱？不是，不好吃，来，中的没吃饱，太慢了哟，大哥看不下去，还看不下去了，没吃饱。好，这个有温度很热，所以说呢要两个抬，要赶快跑，对，两个抬，两个把它抬到这边来。好，一二三，哟西，我在往我这边奔。好，放下去。
有没有很大？哦，有点蒸肉粽的感觉啊，会流眼泪，会流眼泪。我刚那个气一冒出来，我就确实到眼睛里面是确实。所以我们拍哭戏哭不出来，我们好了，接下来是做这个动作，来，我们要把这整桶清掉。怎么做法呢？来，我先试验一下，这样大力一点弄下去啊。来，刚才你是踩旁边对不对？你要踩旁边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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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 OK OK 吗？哦，来。好嘞，来蜿蜒蜿蜒，蜿蜒哦，来来，这个太高要小心哦，上面要小心哦。好，这个让我想到健身的一个动作，哎，夹蝴蝶机内胸，哎，夹完举不起来，太多了会不会？啊，我觉得它会断掉，要小心。不能这样，对，它会断掉，要靠腰力，腰力，要靠腰力哦，要蛮力。真的是靠腰力，靠腰力，真的是靠腰力的。哎，所以说刚才要做柔软操，哦，真的要靠腰力，有没有很重？要靠内力，它很重，它这个其实很强。你靠手臂不好处理，而且手还有腰，因为它现在应该反而会比我们刚进去的时候来的重量，对，它的水分都出来，哎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好，往上跳一点，好。一只手在后面，不是这样用抱的。朋友，你也在夹个球哦。哦，对对对。好，你慢夹个斜力，慢慢夹。哦，这样可以可以。看起来很弱，但这样看起来有点弱，对不对？你们初学者不要夹那么多了。对啊。来，换我来。哎，这次不错。哦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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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休息一下，换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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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很香吧？还是蛮香的啊，其实那个蒸汽是香的。它虽然说已经萃取完了，它味道还是一样。对啊，一定还是会有啦，多多少少。所以这里有几公斤的？这大概300左右的块木。哇，这样蒸应该对皮肤也蛮好的。就这样一桶的，可以萃取几公升的那个精油？块木会比较多，块木可以到大概六公升。哦，六公升，六公升。也有练过10公升的哦，真的哦，哇！但是块木要练到10公升，你需要的时间啊，它们生长的那个都比较多，对，它部位会比较好一点，这样子。做这个腰，我们有做运动，但是那个机械式的跟这个用不一样，这是劳力的，哦，这样还可以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来来来，我要先从轻的试一下。我觉得要蹲着再起来。对对对，马步要蹲稳。他要靠吃膝盖的力量，不能靠光靠吃腰。马步、膝盖还有腰力。可那你轻松吗？我吗？我非常轻松啊，休息打瞌睡了。哎，换你好不好？我蛮累的，我手好酸哦。我去拿一个袋子好了，袋子在哪里？在后面，在后面，在后面。哦，那个好，我去拿袋子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哎，这技术不错，这是技术，哎，进步很快，哎，不错不错。那你长期在这边做可以，你录取了，真的哦，你录取录取。哎，我有工作了，有没有听到？大哥说我可以在这边上班。来啊来啊，马上讲，马上破功。好，你们先休息一下。好啊，换这边。好，换这边了。哇，这有点像桑拿哎。哇塞。哎，这个不一样，不一样，这是木头块木哦，块木油，这个细细的上面是做雕刻切剩余的，哦，这个蒸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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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浴哦，你看流汗太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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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油太油，底下又不一样，你去看一下对吧？底下吗？哦，哇，哎，可以啊，才上来几分钟而已，对啊，我们去看底下，跟桑拿一样，哇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喂，太快了，哇，大丰收，还要怎么样？不错吧，技术有没有？厉害，你很好玩哦，哎，我蛮好玩的，这个东西蛮有趣的，你看我们在上面，5分钟10分钟就已经变这样子了，全身湿了。我在这里有点做脸部保养，它那个蒸汽吹我的脸，又是那个我们刚上面有那块木油，哦，它是炼块木油，所以它下面都是整锅都是块木，然后那蒸汽一上来，哦，你有没有觉得我现在比较帅？哎，有啊有啊有啊，都变白了，对，精神都回来了，蒸一下就觉得比较帅。那你现在在干嘛？我现在在
收取已经提炼完的块木。哦。然后这个就是呢，明天可以拿来当火柴嘛，是吧？对，柴火。柴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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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柴火。提炼完的啊，哦，这个是提炼完的块。对对对。这要把它拿出来是吗？要拖出来，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怎么拖？其实这一个人你帮不太我，那还有其他带吗？有带哦，好，来来来，好，先给你们休息啊。可以休息。好，老板说休息吗？好，我怕你们腰闪到了。哦，谢谢辛苦了，不会不会，辛苦了，让我们有这么真实的体验，辛苦了。我在看，哇，隔行如隔山。正土鹅哦，看家的，哦，那看家的哦。我们从来没有杀来很深。鹅第一点它会啄蛇，然后第二点是它的大便会蛇会怕，对不对？最主要是防贼。啊，防贼。咬过来它会叫。哦。来来来。哇！哔哔哔哔哔哔哔。哎，走了，哇，走掉了，走了吗？哇，欸，真的走嘞！啊，你又不是我老板，你们叫不叫？你有没有给我饲料？喝水，好，谢谢。喝水。哎呀，坐在这个大树下，真的，好好。对，谢谢。平常是有开放让一般老百姓，不是老百姓，是一般游客。有，我们有开放参观，然后旁边就是古道，前人在这里就是烧制木炭，以前在这里是做木炭。报告师傅，我也是有个问题，为什么？苗栗这个地方，三义这个附近，对，为什么三义跟木头这么有关系？以前三义火车站旁边有日本人，那个时候呢，日治时代有一个樟脑局，专门做樟脑油的，收樟脑油的。以前樟脑就像现在公卖局一样，对，独断事业，很多大樟树，香气很特别，日本人就拿来做雕刻，然后我们就三义国际木雕就是这样出来的。有，全世界块木一般只有日本有。日本块，台湾的块木是最香的。等一下，刚才各位有闻到吗？日本啊，这还有一种是美块，落基山脉的北美块木。这三种那个不一样。越南的裂块不能做的，美国的可以，加拿大的落基山脉的，还有日本的那个油量很好，但我们台湾的是最好。以前日本人都砍木啊，他的神功那些都是。怪木啊，真的哦。我觉得树木这种生命体，它是百年的时间来计算，它跟我们可能跟我们动物的生命体又不一样。我们是几十年，它是一定要上百年，你才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成长。起码要上，有的一定要几百年。对，所以这个很珍贵。哎，我们小老板，这就是你们今天的成果。感动，来，大家都谢谢。里面有精油，你们今天制作的精油，还有呢，我们再把它做成手工皂，给你们更方便的去洗。香香。所以这个香茅油一般我们用在什么？防蚊啊，对，驱虫啊，驱虫。如果消除，而且它也是消除疲劳。对啊，你滴在车那个车上的出风口。你就滴个一滴会撑很久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我们拖地的时候也滴一点点。哦，对，滴在对，可以泡脚。我相信什么东西骗不了人，你从产地出来的东西最是最真实的。而且我们去做过，我们自己知道，是啊，就完全没有加添加。对啊，谢谢老板，辛苦了，不好意思，没帮到什么忙，又拿了礼物，就怎么好意思？辛苦了。对啊，没有，我觉得我有帮到忙，因为我腰有点酸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妈妈谢谢，再来玩，谢谢妈妈，谢谢啊，下次见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辛苦了，给你加分，罗大哥给你加分，好 ，OK， 没问题，谢谢。好，李仁哥，下一个点是哪里？我不知道哎，下一个要去哪里？已经帮你们设在导航了。好，已经在导航。找不回文金。我不知道去哪里，他没讲去哪里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哦。我们就是跟着导航走了。
也是对身体好的地方啊。虾米，火龙果上面要去点对啊，对啊，其实我们身体真的很好哎，你真的不用替我们这么担心呢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又要干嘛？又要干农活了是吧？我们身体好好。要大一点，我要极限哦，最大的低一点。我觉得我应该秒睡，不过真的可以可以，对，你就睡吧。真的真的，我们节目想干嘛就干嘛，不要勉强。想离开可以，这是潜台词啊，肺腑之言啊，想离开。我们今天的目的是要把这里全部割完，是？就你们看得到的，然后一直到。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，我其实也看不太到。我有结膜炎，今天看不到。这个太阳已经不行了，越来越热了。来吧，这样子对吧？你们务农的时间大概平常是早上大概四五点，然后做到几点？大概10点我们就休息。对，10点就休息了。十点休息了，李仁哥。休息了。很热啊，很热。来 ，OK。哦，热。底下很累哦。我觉得要有。你们背后 sorry 不？你们背后 sorry 不？你们背后 sorry 不？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好有范了。其实正好前面就是交流道，不如我们就哎呀，我们就一路回台北。不过真的挺有意思的，这个被这个人做不到，其实真的哦。是这个是不、啊、这个是我每一次录完影的感觉，每次很累都好想赶快回家，但是对每一次的行程都会有一点那种舍不得的感觉。对，因为我曾经说过，就是因为我没有付出过，所以才会有真正会有对这些事都有感情。对，是生活是需要热情的。我本来以为接这个节目我们就每天出来吃吃喝喝唱唱歌，要每天带把吉他，特别来宾弹弹唱唱啊，开开心心看看山看看水。我现在知道吉他有用的机会越来越少，大家渐渐不再喜欢听我们唱歌。什么、啊？讲得好像很心酸。生豪哥有在弹吗？我小时候高中的时候有学一点点，但就是撑不住封闭和弦那个，到那一段的时候就懒得。你有出过唱片吗？有，对吧？对啊。是吗？对啊。我就记得你有歌手的背景经验啊，经验对，好玩的。你是出单曲还是？我出了一张 EP， 还有一个单曲。真的、哦？本来公司还要继续出，我就没有出。对，然后就变成是有的时候自己拍的戏插曲可以唱一下。哦，哎、欸，还不错哦。对啊。你喜欢唱，就是你的音域大概是唱适合唱谁的歌？我应该是中慢版的吧。中慢版。嗯，快歌我诠释不来。那音域呢？张学友、刘德华，或者是都可以啊。哎呦，我音域真的还蛮广的。No key 就对了。哇 ，No key 真的。哎、欸，今天怎么没有设计？我是等一下，我上次因为我有音乐剧嘛，我有演音乐剧。然后音乐剧我演了20-30场哦。然后我好像是那怎么算？高8度，我比一般男生高哎。家俊呢？家俊。嗯。哇。干嘛？张哥。干嘛？我不是小吴啦，你有事吗？我是李仁，你害我没办法看导航，走开啊！随便啊，随便啊，好啊，要这样啊，我出来啊，好不好？白色，现在不是要直接吃饭？那他要直接看我们弟弟是其他餐厅吗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李仁，我不是小吴。我用假的，真的，我没有。我们现在用小吴的手机导航，你一直跟我讲话，这样很尴尬。反正我开到目的地之前，我会等你们 ，OK？ 反正我就导航在这边啊。你刚有骂，有骂什么都录进去喽，不要剪哦，不会剪哦，拜。太好笑了，我们这公司。对啊，不要讲啊，就不要讲啊，那看怎么样、啊。因为他打给制作人，打给小吴的手机。那小吴一直说，现在是要直接去吃饭，反正他们行程沟通的问题嘛，不管。因为这个设定的地方，应该就是我们下一个要去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对啊，那就我们就往那地方去，其他不关我们的事。太好笑了，他们来看景，说去看那个香茅园。就两个制作人跟那个家具，两个直接被咬了十几包。我说哇，你们两个来主持好像蛮好看的，哇，好真实哦。对啊，
刚没吃饱吗？刚刚就吃一点青菜，因为老板说要干活出国，又不敢吃太多。就这样耗的热量真的太大了。我们要找地方再打工换吃的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也是制作单位给我们的，我们就去看看。但应该，反正一定就是要工作换餐。哈哈，以前嘛，哈哈，又有钱，哈哈，太好笑了，我喜欢温正豪的个性。油干观光果园，有点难念，有点难念。油干观光，来比赛这个，来，好，一二三，油干观光果园，乱七八糟。我先一次，我。油干干，油干观光果园，那你，油干观光果园，油干观光果园，我来了，我是外国人，中文不好，可以，油干，哦，好多狗，它这个是盆栽做的蛮漂亮的啊，对啊，它这个狗舍做的很好哎，它是正台湾土狗哎，是真的，都是三角的，对呀，好漂亮哦，哇，很凶但很好。坐在沙发上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。